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哦。这次要跟大家这个介绍主题是城战礼包里面的一些获得神兵之魂啊，然后圣器之魂以及宝物之魂的怎么抽的概率会比较抽的比较高一点。那刚才在抽的过程中忘记好像没有不小心压到停止录影，结果就没有录到。那先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15连抽里面呢、啊，15连抽里面有中了5颗神兵之魂，这是神兵之魂是5颗。那如果神兵进阶时的话，则是10颗部分。那几率的话落在 33% 左右。那刚刚准备第一次10连抽的部分呢，则是中了3颗神兵之魂以及7颗的所谓的神兵进阶时哦。那大概会落在除以10。也是 0.3 大概 30% 左右。其实这样的话看起来10连抽跟15连抽的机会其实15连抽的机会还比较高一点，比较高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准备5连抽咯，我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在录。哎呦，有在录。本来录又不见了，就真的是不录了，人生就非常不录。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准备5连抽神兵之魂哦。到底诶，五连抽神兵之魂，5颗能中1颗我就觉得偷笑了，好不好？5颗能中1颗我就偷笑了。5颗中1颗，你说有啊？没咧，就是没咧。气死我的猫，他就没咧，不然你是怎样？0%。所以这个结局告诉我们，那个五连抽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3连抽的部分咯，一次抽3颗，到底能抽到几颗神兵之魂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囤了两个多月，大概2个半月左右。上次的4月16号到这一次今天要抽是6月16号，大概这中间隔2个半月左右才累积到这50包的东西。那这个系列的话呢，应该会这一次讲，拍完之后就不会再拍。然后，如果说有网友真的想看的话啦，欢迎在下方留言啦。那我们就这个系列会再累积够，可能100包，或者是70包，我们再来抽。那到时候可能就是20连抽或30连抽。那如果说没有人反应的话，这个系列就这个影片的几率大，就是介绍。抽到那个这个所谓的神兵之魂跟圣器之魂跟那个宝物之魂的几率呢，就这个系列就会到这一次做截止，就不会再续拍，就不会再续拍了。好，我们做三连抽部分，因为总是要有人看啊，如果没人看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可言。三连抽中一颗就好，真的，我真的做人就不贪心了。3连抽中1颗。0颗哎，这个让我想到韦小宝的阿珂，大家应该是男人都应该很羡慕韦小宝，有那么多女人倾心于他。好，我们剩下大概，好，我们这单抽部分就一样也抽7颗，好，单抽部分抽7颗，看能中几颗。1连抽圣兵进阶时。2连抽，哎呦，突然间眼睛为之一亮，哎。3单抽，哎呦，哎，不错哦。4单抽，哎呦，其实有中2颗，我觉得几率就真的不错了。5单抽。在叫什么？6连抽，哦哇！我单抽出奇迹，没有奇迹。其实后面的话，神兵进阶时也蛮缺的。如果说真的有缺的人，也可以去。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对于无氪玩家来说的话，本来就很难去获得啊。那
透过城寨礼包可以获得这个东西就算不错，就算不错。这个几率的话就落在等一下我看一下。二除以等一下哦。我记得是七包吧，所以应该是这样是五对不对？二除以七大概是28%左右吧，28%。也就是说大概七包里面有机会中两包，但是我觉得单抽的那个机会感觉真的是比较低啊，比较低。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多多使用抽那个抽比较多的方式哦。好，我们就准备下一个实验抽好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十连抽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OMAS 啊弄回去啦，这次就变两粒吧，这次就变两粒吧。所以这个系列的话整个抽起来的感觉啦，二除以十大概是25-20%左右，20%左右，所以说几率就这几率就分享给大家，大概是15连抽的机会好像比较高一点，比较高一点，给到那个神兵之魂的机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圣器之魂的部分好了。哦，这个有点小，字有点小，你看一下，把它放大一点。也看4月16号。6月16号，好的，那我们就接着抽。接下来一样，我们从15连抽开始啊，15连抽，感觉15连抽那个，这个有零的呢，这个 Kimochi 很不爽。好了好了，我们还是15连抽啊。虽然说15连抽有这么晒，拜托不要零就好，真的不要零。他已经连续两次零了，这个零下去就不好看，好不好？零下冰点零下，汤零哦，汤零哦，哟，两颗还好，两颗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两颗的话是二除以十五，大概落在13%左右啊。所以那个抽圣器之魂感觉不是那么好抽，我觉得比起神兵之魂来说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十颗的话会落在几%左右。十颗的话改天你也可以抽个12连抽好不好大家可以在那个下方留言让御世界知道，如果说你本来有在集这个，然后你怎么抽，然后你觉得抽出来的那个是数量是最好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几率，你的抽出来的几率是多少，让御世界知道。好，我们就实验抽准备咯，到底能不能抽出圣器之魂呢？其实我蛮缺圣器之魂的，圣器之魂来吧，两颗其实几率就比应该比刚才的那个还要多，因为刚才是15颗只中那个20%嘛。所以大概就是实验抽，感觉抽出来几率比较好，抽出来几率比较好。哎呦，这个有抽到哦，这个是5连抽的部分。而5连抽感觉也不错，5连抽40%哎。好，看5连抽会不会比较好呢？五连抽，抽出个好东西吧！一颗，一颗就有点落漆了。为什么这里有40？啊，我那时候没有弄，我遗漏了。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改。这里的话，
这个应该是要这样子剪下贴上，这样才对，是不是？往跑掉是不是？几率在这里，这是别人的几率耶，那我应该在下方，这样才对。对啊，我要这样子才对。那这个就是一除以五咯，大概20%吧。20%的几率，勉强强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三连抽。三连抽，这真的是有点看运气。三连抽，能抽不一颗就好了，真的，一颗就好了，一颗不牙疼，给我一颗糖就好了，一颗糖，呜呼，可以的呢。这个几率就仅供大家做参考，33%，好不好？仅供我，这是零颗哎，零颗，好不想要单抽哦，单抽没有奇迹，单抽奇迹何在？奇迹何在？何日君再来？没啦，圣器进阶石好像真的蛮多的，最不缺就是圣器进阶石。何日君再？真中一颗就好了，我一颗别无所求，别无所求。了，我整一整个呈现死心状态，一整个呈现死心状态，不要让我死心好不好？不要让我死心，最后一颗了 ，Last Do， 啊，你知道那单抽就是这样子哈，单抽没有奇迹哈，所以大家就这样子了，我应该没有按到那个吧？好，还在录，还在录，哎呀，按错了。好，单抽没有奇迹哈，单抽没有奇迹，谢谢大家。单抽是没有奇迹的，那我们看一下，挑最后几率比较高一点好了。15连抽博赫，反正也没有15连抽，然后10连抽的话大概是20%，然后既然这样的话，5连抽也是20%，我们来试一下，试三次这个所谓的3连抽会不会都落在三，就是都可以中一颗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次10连抽跟一次最后一次的单抽好不好？既然要测试，我们就测试一个。当然这都是几率问题啊，这不是一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试试看嘛，我们就是可以试试看。来哦，三包中一包，你真的很大包。这个不是我在说的，好不好？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子显示给大家了，好不好？3包中1包，你今天就大包哎，哦，没有了。这个一样是33%，然后这个是零颗，哦，哭，三，然后零颗，然后这是0%。唉，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给个面子，一颗就好了，中一颗，圣器之魂，中一包就好了，几包来呀！呜呼，有，这个几率真的有啦，各位，3包，拜托你，就是3连抽，好不好？3连抽的机会比较高，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其他不多说了，这个单抽一定是没有了，没啦，是没啦，好啦，没有了。我们把宝物，圣器之魂的部分抽完，所以圣器之魂的几率的话，请大家坚持着3连抽哦，看起来那个机会会比较高一点呢、啊，看起来机会会比较高一点，那这样是30%左右，几率。好，几率部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宝物之魂的部分哦，一样把它放大一点，怕大家不好看。宝物之魂，6月16。
哎、欸，又忘记按那个音注音了。哎、欸，为什么是16%？开我什么玩笑？然后这是几率。好，我们一样从这个所谓的，哎、欸，之前没有到15连抽，所以之前是没有积到的，因为一开始好像没有买宝物进阶石，宝物的那个东西哦、喔。但是其实后来赫然发现，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把那个武将的宝物往上做升级哦、喔，所以说还是需要它，还是需要宝物进阶石。宝物之魂来去做升级动作这样子。那宝物之魂的话，宝物之魂比较重要，宝物进阶石就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岐山之战这里，然后每天可以去购买宝物升新石的部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几率还是分享给大家看了。那我们最后的宝物之魂也不算最后啊，之后还会有副将跟那什么瓦哥比赛的。副将符石跟那个好50，那我们就15连抽开始好了，15连抽。他、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对照了。15连抽到底能不能抽出宝物之魂？宝物之魂到底能给我几颗？看一下我们是在哪里，这里是不是？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宝物之魂，一包足大包，你讲足侪包好唔好？四粒，四颗我觉得可以啦，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这个就不要趴树了，怪怪的。复制。这里才是趴数，那四颗的话是除以15，大概26%左右。26%的机遇，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换10连抽咯。10连抽到底能抽到什么呢？一点错点错，不好意思。在哪里？宝物之魂。10连抽。几包足大包，你有迄一包无？开了，哦，两颗耶，勉强啊，我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对我呢？这样我还要去改他，你知道很麻烦。2×10，大概是20%左右。哦，所以15%的几率稍微高一点哦，15%几率稍微高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五连抽的部分。五连抽能抽到几颗宝物之魂呢？宝物之魂，来吧！哎呀，挂蛋啊！挂什么蛋？够讨厌的呢！0%，1%都无。好哦，那接下来就3连抽。啊，我的伤心！3连抽中一颗就好了，几粒？宝物之魂。好哦，零颗哦，买合理的是买合理哦。做人齁要有骨气，你知道吗？不去乞讨的，没有就没有。公干呢，讲的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不甘心。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剩单抽奇迹，我们看一下。虽然说这个奇迹有可能有点难，奇迹，哦，中一颗呢，欸，会不会单抽比较好啊？我的天天。他会告诉我单抽比较好。奇迹，没有奇迹了，原来一切都是美丽的误会。奇迹，美丽的误会，我不要这种误会啊！来吧，
哎呦哎呦哎呦，有了。奇迹再度降临月世界吧！没有，月世界的奇迹到底在哪里呢？噔！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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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是不是告诉我要单抽就好了？那我等一下十包来单抽好了，好不好？单抽出奇迹！啊，没有没有，我们七次单抽，然后中，这几率也蛮高的。总共大概是23%左右，是不是？是这意思吗？等一下哦，我们是算是不是算错？等一下，我看一下，不会超过啊。3×7=0，大概42%左右。哎，这个几率蛮高的呢，各位各位，那我们就十连抽。哎，十次单抽，然后看看有没有奇迹再度出现好了。既然这样子，因为看起来的话，十连抽的机会也没有很高，没有很高。那我们七抽里面有中了三抽，那当然就看几率咯。目前来说的话，以这个最高。好，那就我们就落在这里。有没有奇迹呢？奇迹没有，天外奇迹，那个气势好像过了，是不是？来啦，卖安内啦，当哎，啊，无啊，当哎，无啊，真的无啊。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赌博。当欸，糟糕，五次单抽都没有。奇迹，有，中一颗，连续中一颗吧，连续再来吧。哎，你别饿了呢，来吧，不是吧？不然让我多中两颗，给我一颗就好了。哦，可以，再一颗，哦，可以。哎，这样单抽比较高哎。等一下，我看一下，除以十，你大概30%左右哎。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几率可以。如果说你要抽这个宝物之魂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单抽试试看，因为15连抽跟10连抽都落在20%左右，没有到30%哦。那剩下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浮石哦。浮石的话呢，我就懒得去比较，我们就直接开完，然后看能不能拿到橙色。我不知道有没有橙色。Omas 25包，做一盖开给你看，你讲送不送？很喝啊！哎呦呦呦呦呦呦！有没有橙色？哎，有橙色，有橙色就赚了啊！有橙色就赚了啊！哎，有几颗？有紫色一个，再一颗橙色，拜托啦！哎呀，这样子我来算一下好了，假设1700好了，1500元宝，然后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25包嘛？25包的话，联盟战商城哦，然后随机浮石这里35包乘以25的话是落在，哎，也这个成本划得来，才800多颗，那其实那个1500颗，哎，1500的元宝，你看哦，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我来这里秘宝，然后浮石1500的元宝必得一颗所谓的橙石，但他还有机会获得两颗啦，那两颗机会也不是那么高哎，但你看的话的出来的话，其实里面获得蛮多紫色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买，这一包整个拿下来的结果的话，我觉得浮石礼包是必买。如果说你现阶段还是缺这个所谓的浮石
成一整套的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大家福石礼包是必买的，这样子的不好意思哦。CP 值来说的话，看起来是远比所谓的你去直接抽福石还要来得高，成本大概降了一半左右，我就可以获得一颗橙石，而且我还拿到蛮多紫色的福石哦。你抽1500都不见得能获得很多颗紫色福石，我记得最多好像4到5颗。刚才看一下，应该有超过，等一下回头再看一下影片，大概拿到几颗橙那个紫色部分。好，我们接着继续抽哦，继续抽。那副将礼包的话呢，如果说可以中一半，我就觉得偷笑了。副将礼包，我们一样也是 OMS 哦，几个穷了起啊。成的话，如果说25包里面中个5颗吧，5颗我觉得偷笑了，5颗偷笑了。你讲喝不喝？五粒的喝，五粒，今天5粒而已呢，就过分呢。真的只给我5颗而已，好啦，5颗我也觉得也可以接受啊，也可以接受。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好了，如果说我们城战礼包这里，城战，然后在这个联盟战这里，商店这里的话，我们看中狼将的话，一颗大概120啦，两颗一颗大概60块左右啊，60块的话，我乘以。所以刚才的那个所谓的五颗的话是300块元宝，那我如果说300块元宝，那副将礼包一次是300，我是算错，不好意思，我算错，等一下哦，这个不能这样算，它35是要乘以5才对的，35先要乘以5。等于175，然后175的话，不对啊，一包就是35块，对不对？然后我要乘以，我直接乘以30，刚才的50就好了、啊，35乘以50，我算错了，不好意思，35乘以刚才的50的话是17550呐、啊。但是你其实比较原本的1500来说的话，它的紫色的机遇感觉会比较多一点。我真的算错。所以福石的话呢，其实硬要比的话，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啦，多花了大概100多块的250块的元宝，但是里面又多了几颗，应该多了几颗紫色部分，多了几颗紫色部分。然后这里的话，副将部分的话是60嘛，60乘以刚才的25，对不对？25包嘛，一包，因为买了25包嘛，所以是1500块。那1500块的话，我觉得这个 CP 值就没有这么高耶，因为中狼将来到，当然中狼将不能说只能靠那个那里买，因为那里是比较特价的。如果硬要看的话，我不知道他的元宝要算多少钱。有人知道吗？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月世界知道哦。中狼将比较麻烦的是他必须要在商城这里啊，然后他比较没办法用元宝去计算，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如果说你是缺副将的那个升，因为前半段应该还是很缺副将升级的部分，所以说他是你额外可以快速的拿到那个橙色部分哦，橙色部分，那你每天只有单靠副本去刷的话，要刷好一段时间才可以刷到满，然后再去升级这样子。好，我们接着把后面最后面这个开满好了，最后一包是不是剩最后一包了？好，最后一包宝石礼包，它会获得十字星魄跟月亮石。我真的也不多求，就刚才讲5颗就中5颗，我们今天讲8颗好不好？8颗比较多一点，一样也是 OMS 穷了去，8颗或10颗就好，8颗或10颗。大家讲恨不恨啊？哦，好痛哦！只有2颗耶 ，CP 值真的有够低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冲的话好像不太好，可能也是要分成50、15去那个。好啦，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再重新 review 一次哦。就整个来看的话啦，
之前抽的话，五连抽是有机会抽到一颗，所以这个落在40%左右。但是我觉得几率蛮不是那么的稳哦，五连抽的部分不是那么的稳哦。那所以的话，整个看下来的结果啦，就单抽或者是三连抽、五连抽跟十连抽、十五连抽来说的话呢，还是单抽的机会比较高。所以说，宝物之魂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单抽。那圣器之魂的话呢，看一下哦。圣器之魂的话，15连抽也是 0% 嘛，机会比较低。然后10连抽的机会的话，有落在 30% 左右，跟 20% 左右，也是蛮，也是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那看起来的话，圣器之魂的话，建议大家用3连抽部分去抽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后一个是神兵之魂哦，神兵之魂的话， 15连抽的话，机会会落在大概 33% 左右，然后这个实验抽的话是 20%， 那也有机会来到 30%、哦。哎，我神兵之魂为什么没有把它记录起来？是跑掉是不是？哎呀，讨厌，跑掉了啦！我刚才没有记录好，我还见鬼了，真是的。好啦，那神兵之魂，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在这里，这里有，这是今天抽的。那单抽的话是 20%,28%、哦、然后这里的话是 0%, 所以三连抽是绝对不要考虑，然后五连抽也是 0%、哦、然后这个十连抽的话落在 30% 到 20% 之间，但是第一次的十连抽其实蛮低的，只有 10% 左右。那15连抽的部分落在 33% 跟 20% 之前的 20% 跟都 20%、哦，所以看起来的话，神兵之魂的话，貌似啦，我不敢说啦，单抽有点可以，有点可以，但是其实看起来的话，这个有 0% 的，三连抽有 0% 真的是不想看，然后五连抽也不用看，所以说你可以试着用10连抽或15连抽去做测试这样子。好，以上是月世界这次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城战礼包它的开出来的魂的几率哦。那以上这个机遇仅供做参考，那如果没有开好的话呢，有娱乐到你，我觉得也很愉快哦。我们就是要把影片弄得让大家觉得送啦，你就是抽无无你是安喏，让你抽不到就看得有点爽，是不是？好啦，这个系列呢，我就觉得说先大概就做到这里，因为累积的时间也要好一段时间啦。当然，如果说真的有人想看的话，拜托拜托，请帮我按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然后跟按个赞，那留言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是否想要再接着看相关的这个系列的影集哦。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我就不再继续往这个方面去做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扣住。那之后就再看三国志部分有什么其他资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以上是这支影片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